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欧国联，德国对战瑞士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德国目前世界排名第14位，历史上曾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。在此前欧洲杯预选赛中，德国八战七胜，球队整体状态稳定。客队瑞士是世界杯的常客，但连续两届均止步于16强。球队近10场比赛中，攻防两端都有着不错的发挥，其中三场比赛零封对手。欧国联小组赛三轮战罢，但整体发挥不是很稳定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 1.25 球，双方此前共交手5次，德国三胜一平一负占据优势。不过近两次交手，德国一平一负未尝胜绩。本场推荐瑞士加 1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